每一次我们相遇，每一次你回头看我，我装作毫不知情。其实我也在一步步靠近，来确定你的心意。所以。 今天我想问你，我们能不能在一起？ 不能。为什么？如果喜欢的人能够带给你前进的动力，即便不能够在一起，也是值得的。 或许，那才是真正的喜欢。我足够喜欢你，所以，我可以不拥有你。